这个不是电影预告，而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情节。遇上暴力袭击，谨记闪避扣，闪搵安全路线，尽快离开，不要留低拍摄。避如果走不到，搵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，不要用发声或发光装置。扣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，谨记闪避扣。